好脆弱，但难杀。你个臭小子，我这些家底全被你看病败光了。帮你剪刀呢，我剪个标签。剪，我看你今天能剪断个啥。对，两根神经，一根肌腱。大师，像我儿这种脆脆伤该咋治啊？给我200，让我超度于他，超度就能好，那是自然，那还挺划算。我这200多种病等于1样1块啊。孩子，上次那病恢复的不错呀，托爷爷的福，年轻就是好。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没事，他就是太久没锻炼掉皮肤碎片的，就是骨质疏松而已。要不我给你摇一段。还有几站就到了啊。来，我孙子也爱喝奶茶，一天醒3杯。这不是奶茶，这是我咳的血，还热乎呢。要不给你孙子带一杯。大师，我又来了，来找我超度啊。这回800了啊。不用，那你给我钱干嘛？哼，我是来给你超度的。出现那就不及杀光叛贼，都看我干嘛？交差呀。